大家欢迎。是我们中国的重阳节，九九重阳。今天呢，也是很多人拿来代表说老人的节日啊，给老人祝福健康、快乐、长寿，所以我们也叫它敬老节。我们大华府地区有很多的华人团体啊，大家都各自没有在一起联络，但今年呢，我们就觉得要借这个节日大家团聚在一起，所以华人活动中心、华美老年协会、爱心基金会，还有几个那个日间护理中心，大家联合在一起就举办了这次的大联欢。这次的筹备过程呢，这些团体的负责人都很帮忙，大家都很主动啊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大家是精诚团结，这个默契是非常的好。所以大家筹备以后呢，今天上午来了400多老人啊，下午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我们加起来七八百人，大家欢聚一堂，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去唱卡拉 OK， 你可以去玩游戏，可以跳社交舞，可以猜谜语、打麻将、下象棋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都在那边的走廊的另外一边，路标是气球和这个绿色的指路牌。大家有等一会儿想看演出看演出，不想看演出的可以去玩，游戏和谜语都是有奖品的，人人可以得奖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可以，大家会发现我们是有首老年朋友在相会的歌，歌声扬，舞姿美，青春永伴随，欢声笑语绕着彩虹飞。咱们今天就是这个局面啊，希望大家在这儿能够过一个轻松愉快啊、快乐活泼的有意义的一天啊！谢谢大家。
常精彩的演奏，谢谢张平老师的指导，谢谢。